哇，比方说星期三，上午开会呢，对，有些是星期二晚上你才收到，所以呢，往往我那时候的经验就是呢，星期二呢，你就是专心你看这些文件，你看得懂看不懂，你看不懂你要问人，不好不懂装懂，啊，这个是实话，我坦白告诉你。好了，到了这个内阁呢，有些时候呢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别个部长提出质询啊，你必须要懂得回答。这个好了，你这个内阁已经是决定能够接受下个星期的这个内阁例会，那么再来复准前期议案，过后呢，你才能够呢移送到这个国会的下议院去。